跑吧，啊，这一片。对啊，它是动作游戏啦，对，就是我们最擅长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按错键了。Shantae and the Pirate's Curse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应该换一下，我应该换到右边玩，屏幕会比较大。好，等一下我调整一下好了。有啊，就那个票北男猪汉呐。The match around me has grown weak。哦，就是困顾他的魔法变弱了。Now is the time to invoke the curse， 是掀起诅咒的时候了。听过的吧？皇家三角没看清楚啊，有新的邪恶力量被找到了啊，抓住它啊，给你的主人吧，然后我就可以再复活了啊，然后让我当上这个地方的唯一统治者，哈哈哈哈！阿皮，这很智障。哎 ，Betrayers， 普瑞特安，巴拉奇利特安 ，Gust， 哦，这是我们的舞娘，稍响，不是，等一下哦。我把它移到右边去，这样玩应该会比较大一点。我是说游戏画面比较大，我怕你们等下误会了。把这个拉到左边来，这个拉左边来玩，这样玩应该比较大。哦 ，OK， 要调整一下，不好意思哦。汉堡软糖，我是这种人吗？放到右边会比较大一点。OK， 好 ，OK。I had the dream again， 又是这个梦。It has been the same one every night， 哦，就是每天晚上都是一样的梦。啊，当我成为人类之后，哦，对了，这些你们有人可能不知道，他之前是半精灵，对，他是半精灵，好像在上一部结尾的时候变成人了嘛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代志？哦，我的城又被攻击了，这不跟一代一模一样吗？每次你出来，城就被攻击。话说你还有时间换衣服啊？啊，我可能不再是个精灵了啊，但还是我的任务来保护这个城镇。哎，这 Sky，Hello， 啊，又是海盗攻击吗？啊。不是，更糟了啊！是巴龙啊，他正打算把我们这边啊变成了一个那个战场啊。哎，我也这样觉得，五酿嘛啊，一个什么 auto potion 啊，倒是什么补血药吧，应该是啊，好像是自补嘛，没血的时候就会补血啊，让你现在是个人类了啊，你必须要战斗像个人类。拿这个球球吧，你就可以在道具栏使用它了。得到一个球球，我知道，你知道个屁！它是人类，菠萝是对的啊，我不能用精灵魔术了。会怎么玩来着？有点忘记了。哎，哦，这什么？哎，用掉了。靠呀！我看到就用掉了，快这车怎么这？你别逃，让我一个逃得过我的法眼。如果过来的话，打的他娘都不认识他。我城有这么大吗？我都不记得了。现在玩起来就是城蛮小的。嘿，还有一个升龙拳，我干好卑鄙。哦，所以这袋道具是可以一直拿的，就对了。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也不太像人类战法，你看过哪个人类身上会一堆球的？嘿，胖子，哦，这是我们的，这不是我们的守卫精灵吗？啊，来拯救我们了，认真点，市长，啊，我现在。我不能一个人干爆他们全部啊！帮忙！但是你看啊，我不行啊，因为我之前啊，
我之前还把我们城镇卖出去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，反正就 game and dirty water 反正。哦，还是他把城镇卖掉了，所以我不能让他走。不咻咻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随便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要走了。那个喜欢。他把城镇卖给人，用巧克力卖的靠腰，好痛！哦哟，我靠，还有枪的 哦，这是之前那个盗贼团。跳跃！好痛！有啊，这个很多啊，这个很多本很多土啊，我觉得看这脸很多很多粉，哎。当然我都没看过的。这家东西比较多啦，系统比较好一点。我怎么要跳起来？看他脑子有洞哦，他跑去哪了？他不见了。不是，这游戏有 bug， 我跟你讲，他那个他怪怪的。基本的概念，这个呢很简单，就是引诱他读这个就对了啊，看到没有？看，只要这样来回的跳跃啊，就可以轻松入他们的见证了。
靠，也太多人了吧！哦，对啊，我先跑啦，嘛，因为我在找不到东西跑啦。啊，嘿，你成功了。哦 ，Range says the ammo barrel just ahead 啊，就是扳手兄啊，说那个巴龙就在前面了。啊，很好，嘛，因为我要给他一个信息啊，就好好告诉他啊。好，那你就走这条路吧。OK， 走吧。没有，因为我实在找不到时间呐、啊，我想要只是找不到时间跑一起跑，我想说还是先把它跑掉好了。我就放太久了，我快忘记了。这样会射到吗？还不会。哎，这不是存档老头吗？Ammo Baron， 啊，没错啊 ，tear down that preschool and convert it， 啊，就是说我要把这边啊改造成一个长城大炮啊，先别说长城大炮了，你先看看我的战车啊啊，然后还有那个退休中心啊，另外一个大炮，嗯，马上就来了啊 ，Hold it under Ammo Baron 啊，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把这边啊变成武器的。哼哼，啊！难道她是这个女孩是来祝福、来帮我的胜利宴会跳舞的吗？嗯、不会啊！你觉得我像吗？我不知道嘞啊 ！Some kind of the dancer， 你应该是哪里的舞者吧？不是吗？嗯，哎，是吧？可恶，糟相！嗯，啊，随便啦啊！总之不要把我城镇打坏啊！就是哦，根据那个大型巧克力那个租地条款啊，我们的市长啊有30天的毁约期啊，可以退款啊，然后而且还可以全部退成现金啊，或者什么啊，在你合法占有它之前，哎，塞克人啊，哼、嗯，我看看哈 ，Let me 细细啊，他是对的。啊！但是我也不打算让任何紫头发的一个家伙啊挡住我的去路。走吧，来吧。不敢，要怎么打？哦呦，我只好把大炮打回去。那我开，我猜对啊？对不对？哎，不对。哎，有点忘了怎么打。哎呦！哦，对对对，这样。Undertale 屠杀哦，再看看吧。因为其实我暂时还没有，还要打这一块说。被我抓到诀窍了！啊！居然会自动补药，太羞辱我了！真是很可爱啊！好啦，搞定了。No， 不啊！你做了对我的坦克做什么？这是我妈的礼物啊！啊，搞毛！啊，是安蒙巴伦呢，他打算摧毁我们的城镇。我要我的巧克力回来。
Oat， 跟鼻梁恭维，还是地鼠帽？谁？啊？这是皇家守卫，他们会搞定这一切的。啊，守护精灵啊，你必须啊停止你的攻击啊，有 Second Land Satuna 的下令。啊，我，哼哼，你看啊。法律是站我这边的嘛，女孩。可是她才是啊，总之啊，她是合法的拥有者啊。你这样子就等于是在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你这样等于是那个在那个反抗。哎呦，我忘记把这个弄上去了。等一下哦，这应该要拉到上面来，应该这样才对。OK OK。我刚忘了把那个 Twitch Alert 摆到前面啊。总之啊，我们得到了法院的传单，是什么啊？你现在必须要去法院一趟啊，皇宫。你的武器都会被拿走，不会吧？哈哈，看来有人要剪头发喽，哈哈哈。他不可以拿走我的头发，对不对，叔叔？啊，这是我有唯一有的。不，你还有。头冠啊，总之先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吧。可是如果冷静啊，我会去皇宫看一看的。总之啊，答应我，你一定不要惹麻烦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叔叔。你看这个脸，你看这个脸啊，说我答应你的叔叔，然后配上那个样子，你们看，你们说是不是要那个？不好意思，我装杯水。哎呦，扭到！哎呦，等一下，卡到线了。OK， YJ， 欢迎加入 DS 实况台哦。哦，我可怜的小镇。没有，我装水，有点渴。啊，你猜怎么搞的？一团乱。啊，你叔叔是对的。啊。总之，我们就只能祈祷变好喽。等等，为什么我这么衰？好衰的香腿。那个 risky boot 那个臭混蛋啊！自从他偷走我的魔法之后，那总之事情都变得很糟。risky 就上代那个女海贼啦。哎，总之先洗个热水澡，来整理思绪吧。哦，太好了，我玩了这么久，终于。等一下，你就想要将点阵图带过吗？我说那个 CG 呢？等等，泡泡嘞。Wait， 等等哦，你骗谁？你看点阵图的头发明明就放下了，例会的头发还是绑着的。作者用心好吗？等等啊。我根本没有，我根本没有浴池啊！啊！不会吧！Well, isn't this a sight？ 哼哼，这不是个美景吗 ？Risky boots， 就是你 ，Risky！ 啊！哼哼。好好享受我的这个陷阱浴池吧，啊，好啊，你完蛋了，等我出来就死定了。好啊，快让我尝尝。哦，这个海贼也是糟想啊。总之我会好快搞定的。那告诉我的人去哪了，那我就可以让你活到明天。啊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啊，不要装可爱了。啊，我的人还有我的武器都不见了。啊，你到底拿了多少？哦，他附近有个池塘，可能在池塘洗的吧？不对啊，你才是小偷吧？真的吗？搞不好你可以解释解释啊。
为什么你的叔叔啊会有我的这个成员被关在他的实验室里？你攻下面销毁。好好，那总之我会帮你证实的。你看，这就是我的部下，就在那个你的老叔叔的工作室里。哎呀，你还要说什么吗？ 我不知道，可是我相信一定有个好的好理由的。靠，你跟国民党。我知道理由啊，啊，你想要你的那个复仇吧，因为那个神灯精灵的事情。啊，看看我可怜的那个 Tinker Bay， 就是我的船员啊，他已经被吓昏了，一点都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他看起来挺好的啊，应该是推来的吧，底下有轮子啊。啊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，告诉我他们在哪啊！我要我的船员，我要武器，我要现在就要啊！跑什么啊？什么声音？啊？什么？不会吧？不可能！干嘛？啊，我等一下再说。注意！啊，我没有武器哦。啊，总之你来搞定他。至少你可以先让我出来吗？哈哈哈！废物，多戳你两下。哦，好，总之快闪！哎，他给我了这个魔法神灯哦，所以我可以来吸东西了哦，可以用魔法神灯吸那个魔法哦，得到了黑暗魔法，可能他泡澡有泡的衣服吧。好，那你现在可以解释了吗？没时间了啊！神灯又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打算拿走吗？总之你先拿着啊，我有更大尾的鱼上钩了。对了啊，如果那个海盗大师啊，那个搞不好海盗大师啊回到 The Queen Land 了。海盗大师又是三小，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海盗大师是三小？哦，海盗大师听起来很危险呢。危险，他是最伟大的威胁的。那最后一次他出现，那他把那个，他让所有最后的精灵都联合起来抵抗他了。等等，你说真正的精灵，他们抓了他，他死了啊？但是别被骗了啊！当精灵们走了，海盗大师啊，他用黑暗的魔法啊回来了。黑暗魔法啊，就是那个魔法啊，把我的部下变成了怪物。总之，海盗大师必须阻止他，不然啊，我们的这 Secret Land 就完蛋了。总之啊，他不能够夺走我的东西。好，我来帮忙。看，啊，我才不需要呢，我自己来。傲娇了，你怎么来？哼，你连一只变异怪都打不赢。是没错，但是如果我可以，但是我可以摧毁黑暗魔法的源头，啊，哦，切断它之后就可以把它关在地下了，啊，我只缺一个东西，啊，遗忘 L 的那个地图，那很简单啊，那你去图书馆拿就好了，不能去皇宫，会把我抓起来，飞，喂，别看我啊。啊，那我自己去咯。那，但是我会帮你准备个位置，如果你能拿到地图的话。好，根本就是要我去帮他拿地图，把人。好，帮他拿地图。
可爱哦。没有好吗？这是那个啊，那个很好玩的游戏啊。他说那个海盗拿掉帽子之后就是任何人的，没那么像吧。哎，是怪物吗？好，真的耶，靠着我家门前会有怪物啊。心之葬礼，哎，我不能回我家了，不会吧？哦，哎，我记得城镇有地方可以存档吧？哦，这边走对吧？那边没错哦。哎，这什么？哦，看起来也不错哎，也是骚。还会把那个心章鱼拿去融化，啊，做更多的爱心。要吗？有血量会提升的意思哦。好，我就把这章鱼拿去融化。呵啊！啊，哦，要四只哦，好吧。哎，黑湾。攻击速度加快，反正应该都暂时性的吧。哦，有了有了，让你的头发打得更快。这是洗发精、润发乳。哦，这是回避。哦，很擅长回复，力量提起。先学这个吧，先学这个快速头发。我记得那个头发先弄到超快比较重要，妈的，还跟那个神速一样。S273，哦，真的很糟哦，不是我要说。卖什么？哎，他卖什么？我要去那个皇家图书馆。对了，我可以借着图书馆卡吗？哦，你要读书？
那我得看看了。啊，拿到了图书馆卡。啊，总之别把考搞坏啦，像上次一样。我紧张的时候我就会嘛。紧张的时候会什么？会什么？我好在意。哎，阿甘。哦呦，我都回血了。哦，可以回血。敌人太小了，这个我是要后来乱跳才打到他。好的地图不跟一代一模一样吗？哦，因为我感冒了，我喉咙有点痛，所以我可能话会少一点。我先讲，我可能话会少一点。到了便当，哎，可以过去吗？靠腰。你知道这花头阵？屁呀，他刚最好。好不过香田也是公认的骚。露个屁股。
波罗，你在干嘛？啊，然后就我搞砸了。那总之我在找皇宫，皇殿那边找些工作，比如说喷喷围墙啊、装锁之类的。看你在看小孩吗？你说这些僵尸？那没有啦，啊，他们只是来吃脂肪的，我的。那你可以帮我拿个棒棒糖吗？我要三个。啊，哦，你可以在地下室找到，不然我就死定了。下水道。嗨。怎么了？哦，别在意。啊，因为我掉了些东西。啊，我是个旅行者。啊，你有看过很多精彩的事吧？在旅程中，旅程。我住这里 啊，我就住在皇宫前面永远。哎，不对啊，可是你刚不是说你啊，你们这些年轻世代啊，真是让我觉得自大，太恶心了。放屁，你刚就说你是旅行者，然后你又说你住皇宫前面住了一辈子，你敢喷啊？我是一个销售员啊，我才不是一个什么销售员，旅行销售员。不，因为我卖旅行券啊，然后我掉了我的那个假期券在那个下水道，好恶心，在说什么？哦，所以他是个卖销售卖旅行券的销售员，然后不做销售吗？看，不然他工资小，意思了。怎么啦？那个章鱼人，哦，你知道的啊。哦，他说我就是得了那个就是失业的感觉啊，你先要新旅程。我在想我是不是该当个新头目呢？嗯，我也不确定我跟不跟得上你在说什么。总之你依照我啊，以往都是一个强大的敌人，可是这次我总觉得我们好像在战斗了啊。你不懂的啊，我总之要先走了，去些温暖的地方。搞不好你该去旅行呢，搞不好可以让你好一点，转换心情。哦，啊，他就说，哦，他就说他要去转换一下心情，就去旅行就对了。你有什么好地方告诉我吧，啊，不然我就躲在角落哭喽。可怜的家伙，对啊，就黑肉小妹，我也觉得他是跑腿的。哎，秋安，去找东西吧。皇家下水道。哎，他会抖哎，你看他抖得多么的厉害。我是说肚皮舞。没有欠安，好白痴哦！
我没有卡的瞬间直接卡进去啊。这边应该是拿到某个东西才能再回来。拿那个糖果给他。哎，好啦。啊，你要我还这给你吧。那、啊、守卫的钥匙，极恶，上面都被咬过了。啊，我在我牙齿嘴巴之中之一个小钱找到的，给你。我想应该也是之后吧，那个应该是之后的啊，对啊，那个我知道啊。那上代我的。太好了，我可以解开门了，解开这个重新，然后好了，啊，好、哦，又开门了。S B Go S R 晚安呢、哦，欢迎来到皇宫，打爆你的脑袋，呵、啊。我发现那个 Sultana 正在旅行呢，那我想他会不会，他希望离得远一点。哎、欸，有人在皇宫里面拆东西，你们都不管的、哦。喂，认真点上班好吗？皇家图书馆就在后面啦。哦，是拜访者呢。啊，哦，这个图书馆卡。哦，你是那个猎人的女儿对吧？嗯，对啊，她是我叔叔。嗯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法院的召集令。嗯 ，Sixto Gold Mouth 山羊嘴什么？啊，他们叫你把他把这个头发给割掉。啊，他们不可以这么做，你为什么不？对了啊，我们来上层这些报告吧，直到萨塔纳回来啊。但是什么？他说谢谢你，他说总之他先帮我压下来了。哦，他帮我先压下来了。哦，得到了地图，他先把这件事压下来。哦耶！那我现在可以出海了。他说等到 Satana， 我不知道是谁，可能是执法官还是什么之类吧，等他回来再解决这件事。对，现在先不管。大象也是一代的，这代应该也不行，因为他已经不是精灵了、啊，他现在是人类啊。他上一代精灵力量就被拿走了，他现在只是人类而已。当然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拿回来了，看看吧。啊，干嘛？好，
好了，继续。OK，继续啊。摊位会看到我跟雨根吗？雨根不会去我那边，而且现在雨根不知道会不会去，因为他发现他要补班。对，他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去的，他是说他那天有补班，所以我不知道他去不去得成。但是我本来也跟他不会在同一个摊位的，对啊。但是如果他会去，他的时间好像是4点吧，比我晚，受不了个毛。如果他会去的话，有可能啦。他如果会去的话，有机会啊。但是看到时间怎么样。哎，看，他们是遗照吧？给他打死！哎呦！我要去泡澡。欸，泡澡是哪一天？好的，我知道蛮多人会来啊，对啊。对啊，搞不好会呢。哎，不是他，哎，泡澡是哪一天来的？而且如何雨哥，然后再也没有进到会场里了。好，在那边洗澡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要把这个折起。啊，会变长，对的，我懂。哎，不要啊！啊！我觉得好像有一点。哦，怎么那么久啊？我拿回地图喽。嗯，我猜猜啊，你看，哦，我把这地图给他了。走，那 will you let me help？ 你会让我一起帮忙？你会让我去帮忙吗？哼哼，除非你完全照我所说的做啊。就是说，这个海盗大师啊，是我的敌人，不是你的。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分道扬镳。我不敢置信我会这么说，可是 ，OK， 成交啊，我们就把他干爆，然后拯救 Secret Land 吧。等等哦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你不会说谎，我会吗？嗯。那总之跟这个二号机说吧，啊，二号机，你一号机怎么了？啊，你故意的哈，啊，快上船啊！在我来之前，一号机就是第一代被他打爆那个是一号机，对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一代我们是打爆了一下他的船吗？那是一号机，哦，哦，好大哦，我是说这个船，哦，哇，好大。好了，撒雷巴兰的，我们要找到另外一条船。他说：“
你衣服哪找来的？啊，甲板下面呢、啊、有各种好玩的东西可以穿呢。哦，可恶，这样穿也是很那个，好可爱哦。还有那个海贼帽。啊，不过啊啊，大部分的衣服啊都，翻过来看我是怎么样。总之，不要碰我的东西。呜、哦，我还没有离开本岛太远呢。啊，真漂亮。好了好了，啊，总之还要吸走这个力量啊，那可是邪恶的，躲在这个岛上，快去找。那你嘞？你不来吗？不来，至少不是这一次。啊，我还以为我们两个会一起努力呢。我说不就是不，我有我的理由。好啦好啦，你怕了吼？你够了你啊！嘘，好啦，我只是在说笑。啊，快走快走，你真是不好玩。哎呀，好玩。干，这什么？他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鬼东西？啊，立志体傲娇，还是傲娇？踩他过吗？不用。我来试一下道具好了。Bubble， 我来试看 Bubble 是怎么样，还不是会损血，有屁用哦！他在说你是什么？哦，弹飞行道具。来，我要弹回去。个屁啦！不是个没弹呢、啊。搞喷。OK 的啦，那什么叫台北动作游戏小王子？你们没有听过台北动作游戏小王子吗？这个问题我们一代就在考虑过了，他的脖子应该先断吧。我还没有 PS4 啊，等我弄到 PS4 再说。我下礼拜才会去买啊。